分。对啊，从正面看得到他怎么样吗？没有，我在看他的13秒。对，他秒数有一直在跑。有，哎，录影的秒数有上面的秒数22秒。那就是开始22秒。你裤子拉好，裤子没拉好。裤子拉好。完全没拉好。这样高级吗？ OK， 可以。好的，但我没开，开。没声音，看一下。有啊，红点哈。有啊。9:19。哎呦！还是有点要掉，要掉。不热身吗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哦，好了，我回去的那条路，拉绳子。拉什么绳子？我们回去巨人的那条路，就是我要拉绳子的路。什么叫拉绳子啊？就是拉绳子上去的路。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废除，就是钻隧道上去再拉绳子。然后烂梅花有得练的，ski 比较容易学会。那个叫什么来着？那个绳子叫什么？我忘记怎么叫。你知道吗？就是拉了往上跑的那种，一种缆车啊。好了，快点，安全帽扣了没？有，你看。好像没有穿好，怎么穿？好，声音不对，完全没卡到。没有，好，声音还是怪怪的。这样呢？
有这么大条。都穿对了。这里好好的这块，这里滑到接着就一路过去了。因为我们要横跨四，要滑四次。从三八垒，接着是完池，接着是连池，最后钻过隧道去对面拉绳子上去，然后 giant 下来，终于到蛋包饭，四趟。一个早上滑不完吗？应该滑得完啊，但是我们，而且今天没有乱点，然后今天应该都是压雪道，然后这些人不会把雪道变蓝头，所以应该会滑得很舒服。然后这个的下半部记得加速，靠回缆车站，有多少速度算多少，不然又要录一录。等一下还是要坐这个缆车，才有办法去隔壁的雪场。然后等一下你也可以看一下路，往另外一个雪场的路。然后我猜会有一点平。都吵哎、欸，都吵哎、欸。对啊，很惨哦。怎么会那么没雪？这里是整个志贺高原最低的。这里是最惨的这一区。然后烧耳山那里是最好的一区。对啊。吵哎、欸，石头哎、欸。对啊，太惨了。这里啊，之前都是指标绿色，只看一部分，一直到1月3号之后才变成标白色，但是你也看到了，还看得到草，对啊，就蛮惨，但是昨天一波应该也蛮多的了。就这样。你看啊，还蛮整齐的啊，不过这里好像有点松啊，要去滑简单的线。但昨天那样子都滑了，所以今天应该是轻松的复原之日，然后树是这样，这里很漂亮，这里的就大概这样，你有要拍吗？好啊，不然都没拍照。那你还会在上面，还是他也跟着往下滑？我觉得应该好一次，学校绿线，红线应该是那边，红线。你面前这棵很漂亮，现在算钱吗？先努力的出来。那边有太阳哎。对啊，我刚刚说等一下这边背景也不错，先拍这一面，再拍那一面。上坡好累。这条跟这边的右半部都是红线，左半部黑线。好。前面呢？看我的手机吗？好啊，你现在先拿给我。好的。既然你站这，我们先拍这个背景，再拍那个背景。你要人像吗？随便啊，你清楚的跟人像各来一张。到这样，等我录一下。树太大，我等一下切广角，现在先拍普通的。我现在要切广角，然
不然要去审他的片。像你刚是看得到你在拍什么啊？还看得到，有点暗。你们把荧幕调亮哦。来看我，这边拍起来还好呢。看我，亮亮的露出来。还好呢。一二，哎不对，这个我是人像拍照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然后人像啊、哦。因为背景太远，一二三，好，换这边。不要前进了，因为那个树好小，太大了。好，一二三。你要滑第二趟吗？这里应该蛮舒服的。我说，我们这里要再多滑一趟吗？你要再多滑一趟吗？一二三，哎呦，拍到我的手了。光脚的话，三，好，你要吗？快点，这里一张。我刚才挥手，你看到了？没有，一二三，好，这边这边这边。莫不要挡路。好，一二三，哎，不要跑。一二三，好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好。你要从哪边滑？就滑红线啊，这条这边或这边都可以。你跟那两个人就好了。好，我们先去，我比较慢。不是不行吗？那不是那个，不是要右半边吗？啊，是这个右半边吧？这两个都可以啊，左半边才是黑色。对啊，右半边这边吧。对啊，是啊，我说就是这边啊。下面是不是有个湖啊？帮我拍，会不会太远啊？太远我就等一下再滑下去啊。我看现在这个距离有没有有个池哎、欸，还是有个河。Thank you.
我就看你啊，帮你拍影片啊。嗯，弱弱的。看你不就是帮你拍影片吗？是啊，就可以看得到我姿势很烂的、啊。那我不是更烂？你不滑、啊？不学啊！太害怕往后缩，哼，重心太后面了。快一点哦，因为我就想冲，结果太早冲了。哼，哎，我想你怎么了？因为前面还会不会很硬啊？中，我不能在那里就开始冲。对啊，才开始冲。对，我刚刚太早冲了。我看你冲超快的，不知道要去哪里。我很害怕、啊，结果后缩，后缩。你是说已经太快了？太快，赶快转弯就好了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可以了，有没有撞到？欸，大概是前夫倒下这样。嗯，还不错。云飘走了，有蓝天了。好了，那就是晚一点点的。我的这个还正常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觉得力道不是很大。你是说角度吗？对啊，应该没动到。好像没有。对啊。那你脸上什么都是血？因为扑到，没碰到，但是有它喷起来。其实也是松松的呢，我的脚一直踩一直响，还好啦。要把你抵住吗？帮你抵住，不要。不行，你现在是翘起来的。好。好。说这里要冲快一点哦。看到那条线在冲，这里先慢慢滑嘛。哪一条线啊？看不到下面的。觉得快而已啊。
你回去有办法看吗？啊？回去有办法看吗？知道好，你就看你摔倒的前一刻到底到多少。再滑一次啊？可以啊。再滑一次好的，热热身吧。好。然后就一路慢慢滑。真的外国人脸，然后讲日文，对，懂懂。好多后面的外国人都讲日文。对啊，这也算黑的，没压过就是了。嗯。搞不好我们根本就是把红线当黑线画，你知道我说的意思？那昨天吗？因为红线雪下的太厚了，就变黑线。对啊，昨天是啊。这里感觉没有昨天厚。是啊、哦。你看这里其实好像也没有很深啊，是吗？还好吧，是因為沒有这底刻它滑下去也没多少啊，我们真多深啊，随便就卡到就飞出去了。哦、那你要不要滑这边？好啊，怕什么？要不要滑这边？不要啊！我不知道它怎么就是飞回去。风天就吹过去了，因为下面很松哦。没有，我算了，我看我还是滑一下正常。上面还可以，上面还可以，然后中间。你说滑一点点，上面也比较不陡。对啊，会不会切过去的路很松？跌进去就知道了，又被倒折了，一直折着，一直折。算了算了，先省点体力。好啊，那就再滑一趟，下一趟坐这个就去滇池。对，去隔壁。那我想滑一下这上半部。好、啊，你滑。我们等一下就一样，这个缆车机。我觉得这边看起来根本就还好，这边还好，稍微不还好。好啊，那一样都从这里过。对啊。就会没声音，吓死你！没有，你看这痕迹都没有很深。是没错。你不要滑到这里还好，可是这里好像也还好。这里没人啊，你看起来还好，可能它很深。对啊。没人碰的地方是危险的地方。这件事情。可是你有没有发现，这整个学校只有五个 snowboard？ 你到横手山就知道了。更少、啊、snowboard。没有没有，横手山很少 snowboard， 比较少 snowboard。他以前是禁止，他说以前是禁止。以前横手山跟横手山是禁止雪板。都横手山禁止什么？雪板 snowboard。哦，就可以。奥智赫也禁止。后来才改到。你现在奥智赫有没有禁止？不知道，要查一下。是哦。这时钟是坏了，因为我觉得我刚看就快十点，怎么还是快十点？因为这一趟很快就到下面了，那不是我刚弄一弄，其实更快了。走不够快，被椅子推。
很平吗？你要先，你先啊！啊，我看哪里转弯。不用特别办，反正左边危险，不要往缆车接近的。不要往缆车接近。那我怎么觉得上面？在缆车以右的地方。你先。怎么觉得这边看起来也很深啊？那往左转。很硬是不是？
也比这个还难耶，这水浅的耶。真的啊，昨天那里很惨耶。为什么？到底哪里很深？为什么？摔倒，第二次，第二次，第三，第四摔倒。
你进去他就摔倒。两次的话，大概是扣30-40趴。完全打电动的概念，他已经没有血了。就像这样一阵一阵而已，本来是说停时都赢，我看现在是多赢十停了。我觉得刚刚水道，我从下面往上拍，刚刚有太阳出来，很好拍。是哦，嗯，还好啊。本来就是还好，我没什么力气了。可是我刚一下来的时候，那边松犬会有点怕怕的。不，你就是昨天的阴影的。对，就会有点。不会，我是觉得不是，这很浅呐。每天第一道一定要用熟悉的热身道，我们都没热身啊。有红色不是先一次了吗？那、哦啊、红色先一次，我那一次我就滚了，所以我不算热身。我的心理上本来是没热身的。因为我都。虽然是黑的，我也是可以弄很慢，所以我很安全。什么路都一样慢，超慢的，随时都在刹车。哎、啊，好了，走绿线去隔壁吧。好啊，所以这里就只有这样哦。这里就这一条。啊，这里就这一条。所以你看，没什么人来了。莲池湾池稍微大一点，一点点。它是缆车多两三条，但其实也是一片往下而已。然后中间左边右边就叫不同雪道，他们票卖了应该是一起分钱吧，不然我在想说有些像这样子的一条，他有中央区缆车票，他有 BB 啊，他会算人次啊。哦，是哦，那这样糟糕啦，这些还是很惨。如果他真的要算那么精的话，可是他还是中间连掉。没有，这个叫志贺高原缆车协会。嗯，既然是协会的话，再加一起分吗？我觉得他会一个 base， 然后再交会费加进来，然后之后再这样拆，看签个约什么的吧。对啊，不然会不会烧耳山骑骑票比较多？烧耳山有独立选票，对，其他的我不知道。然后中央区有卖个票，不能去烧耳山的。然后其他的单独雪场我就不知道了。嗯哼。我们可不可以再滑过去近一点，再拍大一点的这种？是。真的吗？因为我觉得刚开始都很小。你看，都坏了啦！它跌了。我就说，为什么我上来拍摄都是10点以前？那这样子我们来得及吃午饭吗？我不知道现在到底几点。对，我也没看。你拍照我还看。拍照的时候就可以看。对啊，拍照的时候就可以看。对啊，是右边那个。不是右边啊。是啊。最讨厌走路了，我们横着走会比较快、啊。我就走路。我有点，海水，你可以后退一点吗？因为我真的有点上面，我会往下。你可以这样子，用这个斜度就不会往后退了。这里就可以拍啦、啊，你不觉得后面都是合作吗、哦？近一点啦。对啊，走过去就好了。
点啊，十点整，十点整。对啊，你来，我先帮你拍一张，我告诉你我要怎样的。你站在我前面。但是我好累啊。这个感觉像起毛耶，它是结冰。正面，一二三，好像类似这样子的大的人像的，就跟上次一样哎、欸。你要不要再过来？还是按在这边？我得往那边拍比较快。那边好像是这样。好，一二三，不过快要拍到四五了。一二三，好。你帮我拍，相机在他手上。好，好。这么大？很大吗？好啊。四分之一个角吧。对啊，照你要的拍啊。不好看吗？没关系啊，先拍再说，回去看才知道。大的跟小的人像的都来一张，还有要正常的、哦、快点，哇，还有太阳哎、欸、他们会不会要融化啦？会啊。好美啊。好嘞。好，那你嘞，你要不要？给我，你要拍你还不是得来这里？我要拍谁？哦，没事。我要拍什么？没有。就没有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人像吗？导航。好。虽然是绿色，但是怎么一冲这样。干嘛？往下，往下啊！好。是那边吧，还是哪边？那边吧。那边有个牌子、啊。这边这里不是有个牌子吗？他划掉了。划掉。他说那边是三八的。但是他前面两个字不是玩池连池吗？是啊，那你要划走这边，没人划，没人划。不是那里呀、啊，不是那里呀、啊。那里呀、啊。对啊，那里呀、啊。对啊，我说不是这里。我怎么会想要去踩这里？一定大松雪。对啊，我也这样觉得。这个背后也有个牌子，应该是到这里就可以了。我要看背后。哇，好累。嗯，要上坡很累。好了，黄池莲池双八嘞，怎么还是一样？他们都往那边去。哪里？下了车的。我们就往。应该有莲吧。反正到这里。啊、oh。
对，他是上杯了，已经滑完上二零。他这里之所以也要写上二零，是因为下面有个地方也可以接回来。但是我们没有回去。哎，你觉得要不要拿那个出来拍一小段？可以啊。有没有？我走前面，你们两个在后面。你要在没滑过的雪道上玩这个吗？这应该看起来还好吧？是啊，你也不知道前面多宽。应该就这。好，那你拿。哎，上面都是雪。拍一拍就好了。我是说，我就这样子拍个照就可以了。啊，那些人往上走了？不是往上，他们从那个缆车下，全都在那。没有，刚跟在我们后面三个呢。他们想滑回去吗？那边只有桑巴雷啊。啊，他从那边下去的、啊。那是桑巴雷啊，那是绿线，桑巴雷的绿线。下去的话，就又要坐一次来这里了。那我从头到尾我都得顶着这个啊，要不我帮你背、哦？不用，你背你也是要顶在前面，你不可以放后面，不可以。为什么？我也压。不能放背后。哦。那多长啊？随便你啊。哎、欸，对，哎、欸、这样。为什么不能放背后？会压到。其他人讲的。他说会危险。会勾到。勾到我的车，会被缆车勾到还是什么？坐缆车就要放前面。哎、欸，好，你不没电了，然后怎样？然后按两下是拍照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这样好像是那个哎、欸。它有在闪灯的话，你就赶快不是，那要怎么按是照相啊？它绿色灯哦、喔。好像这样照了。是一下还是两下？是不是啊？你这样拍不到、哦，你这样子是超远的、啊，要以它为一个掩护。我没有办法到。好、啊，算了。你要什么声音？好、啊，开始拍，走。那你去啊。我要把那个，我这样子你们就拍得到了吧？好，走。谁知道啊？你让他先走、啊。你们不跟来哦。用了哎、欸，我们也不记得，真的忘记了哎、欸，顺便试用一下，就是有跟没有都没差。我以为它会持续闪，但它都没有持续闪，前面有一直亮着。对啊，一直亮着是有拍还是没有拍，我也不知道。好吧，好，走，就这里下去了，好像很乱。哪一个缆车啊？这个啊。哦，好像左边比较好哎、欸。
车在哪？缆车在哪里啊？下面。再往下吗？好，我收了。搞得这样。啊？吊绳啊，缆车啊什么的，通电的这种也在侧边哦。哦哦，我发现你的头应该是不能充，你看头比较大。好，你过来。没有，那个是接 iPhone 的头，不是充电头。是接 iPhone 的头，是凸出来的头。你说是这个。我有大两个大学，我都有。而且我觉得你包包一种冻僵的意义的感觉。我没有，我根本没感觉啊。就是包包摸起来质感变硬，因为太冷了。太冷了。我以为它会有那种环山道，像白马。环山道。我就以为环山道，就觉得可以拍一下。没有没有，这里的雪场都很小，很收热照。嗯，很奇怪。按到了吗？对啊，你用力的话按到了。想想好了。好了，我看一下缆车在哪。好像在背后，在山的后面。你不觉得我看不到缆车吗？对啊对啊，我看一下。你那个拿着，我再看一下地图。我要把你头拉好。可以啊可以啊。好，我瞄一下。看不到车子在哪哎、欸。好像在山后面了。你看线在那里，线在哎、欸，奇奇怪怪，瞄一下。嗯，该不会往这边一滑，结果又没有缆车吧？没有缆车，我们要怎么上去？那要走去山洼里哦。哎，有缆车啊，在那里。下去转弯就到了。这样，对啊，刚超过去了。那个人也在指路了，那个是带的人，他们应该在上课。对啊。这里还蛮适合休息。好像很深，你这边下去很深的样子。好啊，就是看起来很凹啊，不会吗？他就下去看看啊。
入口就是要夹在中间了。时钟说七点，说可以，好，飞班哦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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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不起。三千块来看地图，还是一下子就到了？一下子就到了，拉上去就到了。不想拿是吧？多了这个东西，手机就不大好了。哎，我帮你背啦。不用啊。你也要拍照，你一样会有一样的问题。我不是抱怨，我只是在。我背啊，我说我背没关系。为什么？我其实不太懂哎，会被背后卡到怎样卡到？啊，不然你就背背后嘛。好，我背啊，是我说我背啊。什么东西卡到了？好像很松懈，没有，但下面是草。哎呀，好像都松的。不是，应该说不会有人来滑，那你也不知道它下面有多深。你这样看只是看到，你看都是草的头啊，表示上面都没有。然后这边的树，你看上面也都没有。哎呀，好惨哦！为什么？对啊，总之这里就是志贺最晚开的两三个雪场。就滑的延迟，延迟可能要横着过去。A course 都是土的 course， 好惨哦！啊，算是这里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回去再看。他就写 A course 的嘞。但是我说这个房子，他是说什么这边还是什么发祥地 ？Ski lift 发祥地耶？真的假的？那在那之前要怎么办？在那之前自己走上去。今天也没有真的放晴啊。嗯。我倒希望今天没有太晴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样子明天开的话，树冰会比较多。哦。今天维持这样就可以了。反正既然它不开，那就不要放弃。嗯。怎么觉得雾变大、啊？是不是？好像有一点。我是觉得一片雾。这里一点点。哦。嗯。我看是雾雾的。
没有蓝天了哎、欸。嗯。好了，希望是继续这样。这场这么大。对啊。以后，就是快两个人的地方。那条路。对、啊。好不、哦？这好陡、哦。这个小路怎么这么陡？下路都经历过了，这不会陡。这看起来陡啊！我是说，这只是下 lift 的路哎、欸。屁股好酸，趁着走屁股好酸。乗車駅までお先に。
吃连吃烧腊嘞，今天就只滑这样。啊，不走了。我是说，这边就大概只滑这样。只会这样。到一样而已。就走。OK。好，再进来看地图。这个好。啊？弄好。有个固定的 pattern。主要是要看，因为莲池是横向的很宽的一个雪场，嗯，然后我现在它在它的七号最东侧，七号缆车，这里很好滑、啊，滑一次这个就没了。那莲池就这么大、欸，好小、哦。对啊，这已经是莲池的最这边了。然后接着 Giant 就是全部都是红线，然后它也是只有一条铁道，但是它铁道很长。然后 Giant 也是一个比完池莲池还晚开的滑雪场，不知道为什么。
随便你选下的地方，反正就是在山洞汇合。对对对，不知道怎么下到这里。越来越松，越来越松，不行，回头。滑那里，赶快回去，赶快回去，赶快回去。那很松，那很松，把你卡住了。没事啊，不用不用。要冲过去啊！锁中哦，禁止对不对 ？Giant 哦，过不去啊。他是说急不能滑，只是急什么面啊？二十四小时。其实使用专用仓一盒套啊，那就是只能走另外一个隧道，远的那个隧道。他说他的上半部这一段不能滑，那因为这个过去是通上半部。嗯，那我们总要走另外一个隧道。好，走另外一个隧道。所以他才是跟你讲不用过去，是不是？对啊，零号的要过去。好吧，迂回 cos。那再坐这个缆车吗？去莲池的右半部。要走了，对啊，好是水。没有很深，而且很不扎实，上不去耶。这里还好，不到人。亲爱的，给，亲爱的，刚没有看那个告示。
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到蛋包饭那，但是又要走。是哦。对啊。那还是你到底要怎样？但是只有这个方法过去啊，另外一个隧道也只能走另外一个隧道。哦。啊 ，Giant 真的也没开。就是要往另外一个方向。啊，叫的很急。哪有？叫他。我觉得你还好，十一点差不多。是不是要去吃大老板？是啊，是啊，可以去啊。等一下，上去。延迟吹颗粒。体力恢复，只是气息好一点点而已。好，我看你姿势都还是很好啊。没有，刚刚很缓，很缓，所以才会好。Giant， 亚当 Giant 今天上路。没别的方法啦，我们只能坐公车欸。什么意思啊？不知道怎么过去了。原来的计划是从这里穿过去以后，这上半部可以滑。对。然后我现在不知道要怎么样过去滑下半部，下半部又滑过去。好啦，总之还是要走另外一个隧道，因为另外一个隧道之所以存在的目的就是让你接过去。嗯。手机收，稍微绕一绕，一样滑下来，但是要靠另外一边，靠，那要怎么靠啊？它三挖的方面，滑那个地方哈。周星仔啊，看，等一下看一下，这我只有标了缆车站，我没有标 cos， 所以有点搞不清楚，或者是玩池方面。要在这里多少？海拓的是直接那边下，前面下好，走立线。走到不到的了啊？啊？到不到的？应该也定到的了，因为这里就只是连池，连池的立线下海。
他没有说不行啊。对啊，你刚刚不看路？我刚刚有看到他。那你还骑过去？对啊。不然就滑下去一下，再来啊。走这里啊。走这里。反正也没滑过啊，要不要滑去一下再上来？没有啊，这里不想再滑了。哦，好。刚好要坐一次那个缆车。他没有说不行哦。他没有说。太好了，那这就是我原来计划要去的那个山洞。啊，你就看，要看路啊！我有看到啊。啊，你有看到也可以看。滑不过去。滑不过去。我是说，已经快要接近了才看到。我找个地方尿尿啊！哦，这是刚那个米点这样滑过来吧？啊？没事。啊？冲啊冲啊！冲啊！下面有个山洞，它叫你石头洞。它量你也滑不了多少，这里也没有阻止哎。对啊，刚那个比较陡，拉我过去好了。我就拉，我自己都走路有困难，最好是拉得动。你拿起来不是可以走很快？啊？你脱掉不是可以正常走？是可以怎样？正常走。200公尺。所以要用走的、哦。好像很，它是有点 uphill 哎。所以要用走的。以前的话有拉绳，现在好像去掉了。怎么了？扛起来比较轻松啦。现在是扛着。对啊，又拖着手太累了，我宁愿用扛着。好啊，我先休息一下。哪里？白色熊。哦，看有没有动物啊。好累哦，走路这件事实在太惨了。嗯，应该就走这么一次了吧？对，连吃完吃，拜拜。
换一下，换一下肩膀，有点酸。好累哦，累就休息一下，拍拍照。好累哦，超累，走路最累，走路很累。但我觉得你已经比我们好走很多，你鞋子没有我们重吧？前进，前进。你为什么要走我正后面呢、啊？你就前进，前进。我在翻面呢、啊。我没有问你，你就前进就好了，继续走就好了。好了，他知道了。也没怎样。我是叫你继续走，不用管我。那打到你的头啊？没有，我又不会痛。你后面拉链没拉、欸？哪里啊？屁股拉。屁股？嘿，会不会装血？可以帮我拉起来吗？等一下再拉吧。先走路，好热，我想要拉开，我想要拉开，太热。拉开，都拉开。他再换过来，喝到啊！很热，哎呀，热，好热哦！那为什么下面那一个洞不能走呢？奇怪，这里反而比较上面。累死了，要走出去啊！哦，好热哦，头有头发的地方好热。
好热，脖子快烧，脖子跟头发快烧起来了，有够热的。你不觉得雪衣真的很神奇吗？啊，雪衣啊，就是很热，就穿两三件就可以热成这样。然后我们平常在台湾寒流11、12就让人冷死了。那你会运动啊？嗯，啊，好累哦，啊。你这样滑得到？好热哦！你这就起不来了，是不是？我是这个三倍，拽不动。我也拉不动你的，我在拉。你抓我去。我都好，你让我先过，然后你抓我的那个，看有没有用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啊，动力了。好，你走，你走。我也滑不出去啊。还要吗？你千万不要往后倒哦，你会滚下去哦。还要我拉你吗？拉吧。太早上了。还有吗？你可以哈。可以。走，快点。休息了哈，吃午饭了哈，吃午饭了。哦，好累哦，好热哦。对啊。啊，这雪挺乱的。不要想太多。就是要吃饭啦。要吃饭了。吃午饭。
条啊？你的正前方。那个吗？对啊，那条不通。哪里没有雪？缺雪，太陡了。Thank you.
哎呀！我没有摔倒啊，我只是就想要你们都不下来，我坐在这边等你们。我想他是不是太累了？你要滑一段就要休息。他是不是太累了？因为摔两次啊，啊上次。就跟我昨天下午那种感觉。我昨天早上摔三次，我摔倒也爬不起来。对啊。可是等一下这要冲到如果最远三角形那个嘛，绿色三角形招牌那个嘛。哪里？直看最后面不是有个绿色三角形？它的右边咖啡色的那个嘛。哪一个到底是哪绿色三角形也 OK， 反正就是它隔壁啊。什么？绿色三角形的隔壁，咖啡色的那个啊。OK， 好，那我知道。所以要直冲了。这边要冲了。但是地很不平哎。你不然你就到那个平的地方就要冲了。然后冲这边都拖过去。我等他好了。等他没关系啊。我就坐着休息，很累。对啊，超累的好不好？这应该蛮陡的吧？超松雪的，不是这因为八方，所以我现在不会怕往下，所以我觉得还好。对，八方的时候你不是带我很有气黑色的？对啊，那更惨，那都冰欸，要死。那个就是很 view 很好，但都冰啊，摔得很痛啊。那是梅池最上面吗？啊？那个是梅池最上面吗？我们那个八方啊。八方尾根啊，嗯，你陪我去，他去上课，我们俩我是自己去、哦、去。很累耶，他就不走了。你有带维他命吗？没有，我早上自己吃了，因为我带不够，我就说你没有了，因为。啊我就有、啊、我就自己吃了，他没有吃。你精力那么够了，你还自己吃？那我明天带给你们吃好了。我有带、啊，我有还有两份。哦，对，晚上要跟人家洗衣的，洗衣服的。对，昨天忘记了。像你集多一点在一起洗。对，我们本来就是预计今天晚上洗，因为我的那个袜子有四双。对，今天晚上洗的话，洗了三双，我就不用再洗了，就够了。对，我想买那个鱼，不是买租那种鱼板，你看那个男的，他的前板是尖尖的，或者是屁股会岔开的。对啊，有些屁股会岔开，有些没有。他不下来了、哦。那是下不来了。谁？都被人家拿走了。不是不是，他脚好像受伤了。对啊，而且是好像我们的口音呢。台湾人应该听起来像不像大陆人？啊，等下过去搭讪一下。哎，他站不起来吗？这好像应该是膝盖很痛。我刚膝盖有拉到一下，脚岔太开了，赶快收回来，会痛痛，有点要痛痛。是可以背后面的。你不要那么高开始冲好不好？你到我这里再冲好不好？没有，你让他自己弄。你自己小心安全。
果它爬不起来，坐太久太舒服了。对啊，我就不想轻易就这样啊，侧边我一定跑不起来。侧边，我哎。不会啦，其实我坡我平常是可以的，我只是那天摔倒摔太多次。哦，有人来救啊，小弟要去哪里啊？哪一家？Apple Pie、手作りのお店、パスタ。他只是想要带，要爬上来，他不想好。待会，待会，爬上来会很累吧？算了，带已经休息好了。你看他这个是冲松雪的，哼，就前面。哦。这个还是这个？这个我看到这个有写 Apple Pie。那你为什么不过来？我想要坐这个缆车，来自哪边？出来再想啊，先休息一下。现在先吃东西啊。是啊。那你站在那边干嘛？想坐雪地车在上面扛起来走，又不在跑。哈哈哈！我刚才想要坐哪个缆车？你就是要坐上面这个。为什么坐在上面？Aspen 吗？对啊，就这家。Aspen 是不是澳洲还是什么的雪场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我觉得这个字我怎么觉得听过？我也看过这个字的。没啊。哎，那个苹果派在这。坐那个沙发的，看到没有？你怎么坐沙发？他说：“那衣服在这里。”我想坐沙发。有 baby。什么？有 baby， 好可爱哦。关起来了。好、哦。